光，黑白之舞，天元围棋频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地海方圆的黑白死活。经常在这个节目的开始啊，我都在讲这个死活题的这个重要性。其实真是这样啊，如果你想这个快速的提高这个棋力，就应该这个坚持每天都来答这个死活题啊。我现在呢也教了一些学生啊，他们这些家长都很着急这个怎么快速提高啊，我呢也给他的这个建议很简单，就是答死活题。好了，现在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死活训练，我们来看棋面上两道题啊。今天的两道题呢啊都是黑先白死啊，其实并不难啊，希望大家这个、用最快的时间啊把这两道题能答出来。首先我们看第一道题啊，这个第一道题呢看起来这个形状啊非常的熟悉啊，没错，这个经常打死活啊，我们就会对这个棋形特别敏感啊，像这样的棋形我觉得我们都看见过很多次了。那么我们还是按惯例分析一下吧。黑棋如果打吃这个看着就不像是好棋啊，很像是帮忙的棋。像这样的打啊，那我们下棋当中千万不要这个率先的去走啊，这个定型没必要，因为我们是将来有可能会扑进去啊再打的啊，这样保留这样的一个权利，对吧？啊，这个下棋我们经常都说啊，保留余位，其实它保留的就是将来扑打和这个直接打的手段。好，我们还是看看直接打可不可以。打完之后呢这个加好像也是一种这个怎么配套这个措施吧，一个组合拳。那么我们接着看，白棋紧住气，黑棋再挖进去啊，这一系列的都好像这个很漂亮似的，但是我们仔细再往下看，白棋不管是吃在这儿还是吃在这里啊，这样呢黑棋由于这个腿啊是个软腿啊，步不回去，请大家注意一打接上啊，这样呢黑棋没有后劲了啊，这样步不回去，那么白棋就进活啊，黑棋走了这么大堆啊都是无用功，所以这个计算呢也是比较简单的，所以这个打吃呢我们可以排除掉可以排除掉。那么我们接着看啊，直接从这打可不可以啊，这个一看就像是这个大俗手啊，这个棋呢是不要等的。好，我们接着看啊，白棋一接，黑棋这个冲是不行的，刚才有摆过啊，由于这个啊是个接不归的形状，所以呢黑棋只好接上，那么白棋打吃成为先手啊，这个三颗子一提掉呢是眼位，所以只好接上，这样呢白棋一做眼啊进活了啊，像点这个是不行啊，白棋可以坐在这儿啊，打吃完呢啊的确是先手，但是接下来啊没有下一手，这样依然是活棋啊，虽然这个白棋的气啊全部这个外棋全部没有啊，但是很遗憾啊，这个里边呢是一个弯四的一个形状啊，当然黑棋死掉一颗在里边啊，这样呢是进活的形状啊。好，我把棋子拿走，那这道题呢其实并不难啊，但是呢我们要把第一手第一步下出来之后啊就比较简单了。好，我们接着看第二道题。第二道题呢这个首先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白棋的气啊特别紧，这个外气那么这个有一个硬腿在这儿啊，这个也是相当关键的啊，不过非常难受的是什么呢，这个黑棋这颗子呢有这个一半的命是在这个白棋手里，如果白棋动手那么一吃进来啊，这块呢应该是活棋了啊，这个药是没有问题的啊，比较完整。那么黑棋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看看啊，如果接上可不可以，
似乎是如果街上就能杀掉白喜的话，那么也太简单了。好，接上我们再看这个拐，当然是帮忙，这样一做就活了。我们看看点进去可以吗？点进去白棋其实就不要打啊，这个打是帮忙，打完这个黑棋一冲打再一扳，啊，这样呢白棋进死了啊，这个做不出两只眼，所以当黑棋点的时候白棋要把这只眼给团上啊，这样黑棋就很难办了，然后得渡回去。但是请大家注意，渡完之后白棋把一立到这之后，这样呢是一只眼啊，下面这个冲不进去的啊，这样是进活。所以这个黑棋在单接呢是这个啊没有头脑的一个下法，这个接是不好的。那么我们接着看冲可以吗？这个冲呢啊好像是准备弃子啊，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刚才我强调了这个气很紧啊，但是有没有紧到这个程度，我们请大家注意再立，这个肯定要立，否则被对方提起来肯定是活棋。所以既然弃了子了，那么就继续弃，这个一直弃下去打吃啊，不打的话那么这里吃掉是不行的，打吃是肯定的。这个时候呢黑棋这个袜啊非常漂亮啊，但是比较遗憾的是什么呢，白棋提掉的时候是带着眼位的，这个子三黑棋得点，点完之后白棋这么一挡啊，这样呢两只眼都做出来了，而且活得非常的大，是一个最大限度的活棋啊，这样呢黑棋是失败了，这样黑棋失败。好，我们把原图摆好，请大家再看一看这两道题啊，这两道题呢其实都不复杂啊，但是这个希望棋友们能够认真的思考。好了，刚才的提示就是这样，希望大家仔细思考以后啊，一会儿我告诉大家答案。好，现在我来告诉大家啊，今天两道题的正确答案，我们来看棋盘。第一道题呢刚才有讲过这个打吃啊，我其实也讲过这个思路是不对的啊，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下棋的像职业棋手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说他要保留啊，保留什么呢，就是说保留这个打吃的权利和这个扑进去之后再打的这个权利啊。当然这盘棋呢啊，刚才我摆过这个单打是不行的啊，是比较帮忙的一个手段啊，所以这个如果要破这个眼位肯定是要先扑进去然后再打但是呢这盘棋呢这个白棋它很顽强啊，它要顽强的做这个眼，它想通过这个打劫啊确保这只眼成立啊，这只眼呢刚才我们讲过啊，走这个是不成立的这个一做也是这个活棋啊，打吃这个呢白棋可以接上啊，因为这个黑棋是个软腿啊，不是硬腿，这样呢是连不回去的，所以最终这块棋的就走成了一个打劫的情况啊。但这道题呢我们要求是进杀，所以打劫是一个失败的图。好，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扑呢也是不行的刚才呢这个好像似乎没有摆这个顶的手段，我们现在也看一看。顶住的话白棋可以从下面打吃这样呢白棋其实这个眼已经是铁，这个做铁了，黑棋是破不了这个眼的只好打吃一下算了。但是这一带呢由于刚才我一直强调是一个软腿，所以这些手段都不成立我就吃住都可以，这样呢依然是活棋依然是活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其实呢看着不是特别这个花俏显得很朴实但是它呢正好是占据了这个要点上占据了个要点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顶一个是不是很意外也是从这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入手的白棋肯定是大吃一手，这样是一个先手
陪席接上啊，非常的冷静啊，在这走了一个后手啊，像这样的一个情况让白棋动手啊，居然这样是一块死棋啊。当然了，这个死棋呢也是建立在这个黑棋走正确的这个基础上啊，所以我们现在看一看白棋怎么样去做活。这个点啊，这里边的点呢无非就几种下法，一个就是接，一个就是接到这儿，要么就是这个直接做眼。我们首先看最简单的啊，这个最不强的抵抗吧，就是接在这儿。由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弯三，而且是一个缺陷弯三，所以我们可以不用管它，这个等于就是一只眼。那么我们的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破掉这个上面这只眼啊，破掉这只眼呢很简单，扑进去啊，这只眼就没了，对吧？这样呢整块棋是死棋啊。这个白棋是下的啊，是最简单的一个死法。最难的一个死法呢其实就是团在这儿，这个白棋很惨哈，不管怎么走都是一个死字。好，我们看团在这儿是最大限度的这个扩大眼位。那么黑棋记住一个手势呢，千万不要直接去点，直接点呢白棋成功了，他一打破的时候呢，白棋它不是去提掉的啊，它是提在这儿的，这样呢它居然是一个先手活。你提到这个它还可以脱先啊，因为这个入不进去啊，这样呢黑棋就失败了。所以当白棋接上的时候啊，请大家这个下棋的时候要多看啊五秒钟，就是说其实你已经，我估计你能够冲接，那么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里边的一个味道那是不对的。那么那黑棋这个时候多花五秒钟再确认一下，扑一下啊，扑这个次序下得非常的好啊。那现在只能提黑棋再点进去，那这样呢白棋就进死了啊。由于这个是个倒扑的形状啊，它这个是同不进去的，这个没气，他只好打。这样呢黑棋先手把下面的眼破掉，之后再把上面的眼破掉啊。我记得上一期的节目好像也讲过这样的一个形状啊，但是呢这个前面的这个最终的形状是有点像啊，但是前面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啊经常多答像这样类型的题，将来遇到这样的一个形状，不管它这个外包装啊怎么样变啊，我们都能看出它的实质，这个去伪成真，要记住它的实质。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丙。白棋打吃，黑棋接。这个时候啊，刚才摆过了这个，还摆了一个接啊。那么我们接着看这个接在这儿什么情况啊，接在这儿呢其实就啊也是比较简单的。当然吃这个是帮忙，铺这个其实也是帮忙。为什么这么说呢啊，铺完之后你再走这个的时候啊，白棋可以做劫啊，这样呢白棋还是比较满意啊，毕竟这个死棋走成打棋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个时候黑棋要点在这儿啊，请大家注意啊，这个点在这儿相信大家不陌生，因为上一期好像似乎也答过这样类型的题啊。点在这里，那么白棋怎么办呢啊，如果接在这儿我再一冲啊或打都可以，这样是一个子三啊，是的，是一个死棋。那么白棋一个挡，黑棋再扑啊，这样就白棋就没有什么这个打劫的手段了啊，这样是进死的一个情况啊，这样就进死掉了。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我最后给大家摆一遍啊，双方最强手啊，摆一个双方最强的硬手，零打吃，然后接上，白棋团住这里是最迷惑这个对方的，但是黑棋只要知道一扑，扑完之后再点进去啊，这样呢黑棋依然是可以把白棋杀掉的，这样呢白棋没有下一手了。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这个图。好，请大家记忆一下这样的形状啊，这样的形状请大家记忆一下，将来就像这个条件反射一样啊，一看见这样的形状就知道啊，原来这个要点啊是在这一块啊。好了，我们看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呢，刚才有讲过啊，这个硬腿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个且这个白棋的气啊外气很少，所以我们摆过这个单阶，单阶是不好的，白棋这个很容易就做活了，这样就可以做活。刚才有摆过这个图啊，这样是白棋进格的图。那么黑棋这个冲啊，送一颗像是一步好棋，但是呢由于这个对方这个拉进去的时候，这个白棋可以提掉，由于想杀掉黑棋啊，杀掉白棋呢，黑棋给点进去啊，这样白棋一挡呢啊，也是一个活形，也是一个活形，所以这个黑棋这个是一个失败图。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先挖一下，先挖一下，是不是很意外啊？挖在这儿啊，的确是这样。挖这个呢，它是起到这个把这个白棋的气啊啊先收紧的一个作用。请大家继续往下看。白棋要做活的话，肯定要吃掉啊，挡在这儿当然是不对的。挡在这儿，黑棋一打啊，这个就打吃下来了啊，这样呢。接上再打，再接上，这样呢死掉了，所以白棋最厉害也就是吃在这儿，这样呢黑棋再打啊，请记住得打一下，这个很关键，白棋只能提掉，这个时候再冲啊，就跟刚才的情况不太一样了，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黑棋立下去的时候就成为一个金鸡独立啊，比较标准的一个金鸡独立的形状，这样呢双这个白棋两边不入子啊，由于有了这个当初的扑和打吃的一个交换，跟刚才的情况就不太一样。我拿掉，刚才也没有啊，刚才摆过这个图形啊，相信大家还记得啊。这个时候白棋可以打吃啊，扑的时候呢，白棋不会那么老实啊，还打这个，你打的时候他还会提掉，他当然不会这么下，所以他这个提呢成为先手之后呢啊，他两边等于必得其一，这样就做活了。所以啊，这个。利用这个硬腿，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条件呢，就是白棋的气紧的这两个这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这个挖成为一部非常妙的一手棋啊。可能有棋友说那我不吃，我在这边做活啊，但是很遗憾这边是做不了眼的啊，由于这是硬腿，我一单立其实已经连回去了，白棋如果打我再一扳啊，这个也是死棋啊，也是死棋啊，白棋呢也没有办法，当对方挖的时候白棋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啊，如果吃在这儿啊，黑棋还可以立下来，还可以立啊，你如果吃呢它可以从这儿吃啊，这样呢死得更快啊，如果去走这些的话，黑棋只要简单的接上啊，这个眼位是做不出来的啊，两只眼是做不出来的，所以这个白棋呢只能打吃在下面，黑棋再打，这个很关键啊，必须要打掉啊，这个气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个气紧杀掉这个白棋啊，如果你省掉了这一手棋，那么情况又不太一样，你先冲还立吃，你这个时候打吃的时候呢白棋是不会提在这儿的啊，它是提在这边，请大家注意啊，提在这儿，你看到没？这个提到提这个和这个做眼容易见合，这样白棋进活了。所以这道题呢，关键就是要通过挖打白棋的这个右边的这个气啊，全部紧住。看一看，你挖打提掉再冲。这样白棋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便吃的时候黑棋冷静的一下力，这样呢形成一个金鸡独立的形状啊，形成一个金鸡独立的形状。好了啊，今天两道题呢其实并不难，而且让我们温习了以前学过的知识。好了，希望你有所收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有最快捷、最公正的赛事直播，凡是国内国际重要的围棋赛事，天元围棋频道不会让您第一时间与之亲密接触。2007年，重大赛事全天候的直播，将是棋迷朋友品味不尽的盛宴。这里有棋坛人物的新观点、新角度，每周棋坛会为您邀约棋界精英，揭秘棋界鲜为人知的风云故事，分享每一场比赛的得失荣辱，畅谈学习围棋的心得体会。每周五19:30，每周棋坛与您不见不散。这里有最好的围棋课堂，频道每日播出围棋入门、围棋布局以及死活、手心、定式等等专题教程。无论您棋力高低，在天元围棋频道，你都可以一步步踏进围棋的殿堂。这里还是棋迷互动的天地，在这里，用户可以获得与专业棋手手谈的机会，可以通过短信沟通、场外竞猜，获得您围棋偶像的签名礼品。天元围棋频道，为了乐在其中，请您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一海方圆的你猜下一步。今天这道题呢，我来公布上一期的答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棋盘上的四个点已经摆出来了，这四个点呢，它这个方位都不太一样啊，当然意思是不一样的，我们还是简单的回顾一下。先拿走这四个点。现在这个局面呢，轮到白棋下啊，当然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要的子力在这个上方啊，白棋主要的接下来其实主要要下的地方呢，应该是先处理好这个子或者是上方的模样啊，想法应该是这样。当然这个 A 点呢其实是不太好的， A 点呢它的含义是说先把自己这个做活啊，之后呢瞄着这个将来这一代的打入啊，将来这一代的打入呢比较就显得严厉很多啊，但是我觉得这个A 点呢并不急啊，因为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角这个定式下到这里应该说双方都可以放下不下的因为这个黑棋在这一带没有严厉的攻击，就是说不管你走在哪里比如说猜一，这个拐角其实基本上已经活了更何况呢这个还可以压出来这个地方还可以搭出一个眼，所以当然也可以拐角也可以这样子下这样呢其实是活棋，你如果不肯这么下也可以飞一下也可以这样呢应该说是白棋既出头在拐角也活棋，所以这一带我觉得白棋是非常强的就是非常坚实的，不需要补棋的，所以这个 A 点呢应该说这个首先就排除掉了这个也太稳当了下这个的选这个点的棋友我想是应该说是特别特别稳健的棋手这个太稳健了，这个 A 点呢我觉得并不急其实现在急的是什么呢，急的主要是刚才我也讲了，急的是主要是这颗子怎么处理完了之后是看还有这个同时也有上方这个模样应该怎么扩张应该这么想。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B 点B 点其实上一期节目呢我也告诉大家这个子的效用有很多很多简单总结呢有三条一个是防止住对方这个黑棋在这一带的打入或者是飞压的这个手段完了呢它呢也是一个消长的要点，这个扩张自己的同时呢也在削弱黑棋这个右边这一带模样的一个发展所以这个点呢也是一子多效，当然如果走到这里呢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是这个效率就比这个往上飞差了很多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白棋这一带的势力呢就不及这个飞到这里其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这个 B 点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答对这个 B 点呢其实非常的好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这个上方这个模样才是白旗目前要经营的一个重点，所以这个 B 点呢，相当的漂亮。有了这个 B 的飞呢，上方这个白旗整体感好起来不说，而且黑旗这个右边的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啊，模样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好，我们接着看这个 C 点。C 点其实也是相当漂亮的一手，如果不走被黑棋走到我们可以看到黑棋走到之后这一带非常的坚实，而且白棋这三颗子呢显得更加的薄。当然这个时候呢白棋肯定要拆过来千万不要拆三这个拆三呢其实是这个尖的一个定式但这盘棋不太好因为这边有黑子已经摆在这儿了，你还往这边前进这么多，很留下了一个绝好点给黑棋有这个打入的绝好点将来这个作战呢，这个作战应该是黑棋有利。我们下棋呢应该有一个这个预见性，就是说打入之后白棋应完之后黑棋一旦被尖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颗子和这三颗子都很被动都很被动，再加上这个上方还有白棋的三颗这个孤棋在这儿，就显得更加的难受了，因为是三块棋，没有发现两块棋就够头疼的了，还别说是三块棋，所以这样下呢是白棋特别被动的一个局面。好了，所以其实如果没有这个这么漂亮的一个 B 点的话，我觉得这道题的答案呢应该是在 C 点这个地方当然这个 C 点也有他不满意的地方，他有不满意的是在哪里呢，就是说黑棋连爬几下之后没错，白棋是这个起到了联络的作用，但是他这几手棋飞压还是比较损实地的比较损实地，而且这一带我们可以看到将来黑棋在拆二，那么他这个压住的这几颗子不发挥，他的后势不发挥，所以这个也是这个不选 C 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如果这边比如说这边有白子，比如说是有白子但是我这么摆有点牵强，但是我就打个比方，就是说如果这边是有白子，那么这个 C 点我觉得应该是比 B 点更加诱人的更加诱人的，这样呢有配合的话，这么一块空就自然就做起来了当然这样是最好的，但由于这边没有子将来黑棋一旦拆二的话本身也很坚实，那么白棋这一带显得这个效率很低没有意义。最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D 点，这个 D 点呢其实也是太缓了虽然这个应该说它这个棋呢也有一手棋的价值，但是现在来说它是稍微缓了一点点，就是说将来黑棋要攻击它，比如说接上攻击这个本身接这步棋是一个单关是一个单关，白棋呢可以在这一带飞一下，我相信这四颗子也是非常的有弹性的不容易被攻击的，那么如果黑棋从这边来，那么白棋再来断也不迟我觉得这个时候再来断也不迟，所以这个白棋直接来断呢显得这个太急了太急了太跳跃了，而且如果走到这里的话，黑棋顺调就把这个飞压了顺调就飞压了，这样呢黑棋这个压迫白棋形势的同时呢也把自己扩张起来，所以这个 B 点呢是不太好的。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其实就是这个 B 点，这个 B 点呢可以得到10分得到10分， C 点得到8分
刚才也讲过，他有他舒服的地方，但也有不满意的地方。由于这一个的配合不太好，所以他很遗憾得到8分。那么 A 点应该说是最低分，因为这个地方其实不用补漆，现在是活漆，所以这个 A 点呢有点怎么说，太保守了啊，这个点只能得到2分。那么 D 点呢4分，因为毕竟他也把自己这个走后了。好了，这4个点的得分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